那你选我啊？你找一个很会扫地的去扫地啊？不是啊，我又不会扫，我看起来像很会扫地的吗？专精扫地，就是不公平啊！你干他们应该要投一个那种不来的，那种每次都翘课的，每次都不来上课那种才应该要去当、啊。你刚开班会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大声、啊。我就讲了、啊，班共比讲是谁啊？我就讲了、啊，我那时候开班会的时候我就讲说，我知道，我每次都来，你们应该要选一个不来的啊。对啊，就没有人理我啊，全部都是孬种啊。不是啊，我们欺负善良的人啊，会去上车换课都嘛很乖，就是奴性啊。啊，你们乖的人，然后你们就也欺负一个乖的人。我们要乖的人要团结起来，要对抗猛兽，不是你要对抗鸡掰人。你们乖，然后欺负乖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，我等一下你给我。抓、啊、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你们这样。他也没有很多人跟他很熟吧？可是他好欺负 啊！他好欺负，他们不好欺负啊！王佩金这样，就很多人不敢玩他，连简青会都我比较凶，连简青会都头中草军啊！你是说觉得我比较、啊、我比较容易他们不敢暴气，不敢玩你，他们敢玩我，他们觉得我很失败。是啊，他们玩你是因为很奇怪，可是他们玩我只是纯粹因为我好搞而已。他们玩我也真的是因为我问你嘛，如果今天我真的是那种不好惹的人，我就算鸡掰脸，他们也不敢鸡掰我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我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所以他们就是觉得我比较很好，是这样吧？是啊，他跟张小新就是两个都没有能力的人，那就是来玩那种会生气的，是啊，玩那种，不是这可以玩嘛？他我没有想到这一步。所以你觉得我真的玩不得啊？玩你会生气啊？有吗？有啊，你真的生气。那我生气，生气是你每次放鸟我，那我才会生气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那个就会生气。玩了我就，如果让我当俘虏，我就不会生气啊。真的、啊，你不会生气、啊。这是不同的点、啊。他会生气。我有原则哎、欸。他会生气。好、哦。我觉得不是生气，就是你会觉得有点不甘吧？就为什么是我？但是你不会生气啊，不会觉得说就当也没差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会不甘啊，那不当就不当，那当也就没差，也还好，你只能接受，要不然要干嘛？接不接受？